老爷贺喜夫人呐、啊！今天稍早 ，Peter 和润都瞒着我们跟爱情长跑8年的女友 Peggy 结婚了，完成对何爸何妈的承诺，在微博放闪写下：再婚戒已经不流行了，不如晒自己老婆亲手设计的结婚手环来得有新意。明年的今天是我爸妈结婚50年，也会是我结婚1周年。哎呦 ，Peter 何时也变得这么高调啦？除了晒这些恩爱照，秀出老婆手上的超大婚戒 ，Peter 也透过公司发声明稿及全家福，感谢大家对他们的祝福。从照片中看来，两老都非常开心，应该也对这个等待已久的儿媳妇相当满意吧。因为 Peter 接下来的工作满满，所以目前还不知道婚宴的确定日期，但他会不会又在微博上给大家震撼弹，大家只能猜猜看喽。